现场在座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公司台语台AM新闻主播嘉豪。今日由我来甲咱服务主持的部分。新北市呢，在今年举办了传统艺术的展演活动，隆重呢到八月底，到八月23，由我拢有精彩的表演。在今年的主题呢，或者是传承吼，来传承的部分呢，除了有传统的工艺部分以外，也佫有表演的部分。这一部分呢，新北市政府拢办甲真焦整。在今仔日咧要演出的是咱台北地区老二号老招牌，戏文内容真精彩，受到咱观众朋友疼惜佮喜爱的。一万人江中剧团，咱拢知影讲由李天禄老师呢创办一个一万人。传统戏剧这个布袋戏团吼，咱拢知影讲为虾米号做一万人，是希望讲呢，这布袋戏演技就亲像真人共款吼，这也是代表着一万人江中剧团伊个演技是真好，受到正人的肯定。另外呢，就是由李天禄老师所创办的这个布袋戏啊，会当讲是咱台湾非常代表的外江派。但咧布袋戏内面有真侪派别啊，由李天禄老师呢创办的这是属于外江派。今日传了到第四代，今仔日有缘邀请到咱的，即个呢，咱就是咱的布袋戏界前辈，以及着新秀来到现场，跟做伙来座谈，以外呢，也会带来精彩演出。头起先呢，咱来邀请到咱的一万人江中剧团，咱的团长李川素金团长，团长好。再来呢，要来邀请就是咱的李俊宽执行长。所以呢，有缘来邀请就是今仔日咱两位非常厉害，而且是咱的新秀主演，咱的李玉贤主演，以及着咱的张嘉明。哇，咱拢知影讲吼，其实咧布袋戏哈，那咧是在咧演技的部分吼，爱真好以外咧，在这个口说的部分吼，也是有缘爱有真杰出的表演。但咪咱的传统布袋戏，咱咧看到吼，咱即马目前在这台顶这个是。台湾布袋戏的彩楼，这红啊也是台湾传统的工艺，所以咧在其他的演出会当看到，唔呐有台湾传统工艺以外，也佫有传统音乐上介重要，佫有演技以及着口传艺术的部分。咱头起先咧，那是邀请到咱两位主演是不是用一个布袋戏，加咱观众朋友就是说一下哈喽，拍一下招呼咧。如何出击立三门，考见雷鼓震神魂。在座各位朋友，大家好。敢知影贫僧什么人？贫僧就是金山寺的主持法海，阿弥陀佛。好，谢谢。哦，今仔日法海出现啦吼！也既然法海已经出现了，说落来。别个这位介绍是，这位是啥物款角色咧？哦，我请的这位就是白蛇白素贞，哦，就是阮今仔日的女主角，哦，好，然后讲国语，哦，我们今天呢所演的呢布袋戏是歌仔布袋戏，那我一般配乐都是用歌仔戏的一些配乐下去配乐，那今天呢这个呢就是白素贞，哦，白素贞，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演出的时候呢会很注重了布袋戏的身段，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要注意看这这。红仔的动作，还有口白，多谢，多谢大家来观看，谢谢，多谢。那既然是安尼吼，这布袋戏啊，真侪咩咩角角的部分，咱是不是会当请咱的素贞团长吼来甲咱介绍讲吼，这个布袋戏甲江中戏这两个有啥物款的差别？咱咧常常伫外口讲哦，阮是叫做布袋戏团，啊，为虾米好名？有个人好名叫做江中剧团，这几单的差别，咩咩角角差伫倒位咧？啊，是咱的俊宽，咱的执行长刚才来介绍一下安尼。其实布袋戏跟江中戏，它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啦。那掌中戏我们就是以它，因为在手掌上操作，所以我们叫它掌中戏。哦，那布袋戏，一般来说大概就是以布袋戏它的整个形状，哦，它里面有个像布袋的东西，所以它叫做。布袋戏哦，那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是学名，一个是书名，就可以。它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而且讲一个
就是同一项代志嘛。也就是讲，其实咱咧布袋戏吼，迄红啊寸笑是有足多，是咪？咱执行长佫甲咱分享讲，特别咱台湾的咱所一般看到的像，咱这红啊是算是布袋戏内面算是上细声的对不？布袋戏的大小一开始是阮以头的头围的大小去区分的。那我们易婉兰这一派通常一直沿用就是比较传统的，大概就是这个大小。哦，那后来因为慢慢的演变嘛，从布袋戏刚进来，哦南管北管一直进到金光布袋戏或内台布袋戏，哦所以就开始在布袋戏的尺寸上就慢慢的越来越放大，哦放大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霹雳可能就是大概都一公尺以上了。所以就是讲布袋戏的大小，就是布袋戏的大小其实是随着舞台或者是观众的距离来做一个调整就对了。是是是。哦，原来是安尼。啊，既然咱拄只有讲到吼，咱的亿万人将军剧团由李天龙老师来创办的，那想要来请教到咱的素贞团长吼，就是讲，就是李天禄咱这个老师啊，国宝级老师，伊虽然已经无伫个吼，也不过呢，伊创办这个外工派，在这个布袋戏圈内面吼，伊这个外工是虾米款的物件？咱甲老师，就是咱观众朋友稍解释一下无？我来讲好了，那外江瓦缸指的就是外来的意思哦，因为布袋戏其实他们有自己的音乐啦。那一开始布袋戏从福建那边到台湾的时候是用南管音乐哦，然后后来才用的台湾当地比较流行的是北管哦。那因为爷爷本身他很喜欢看京剧哦，他自己也组过也参加过票房去演出哦，他就觉得京剧的整个在锣鼓点上面就是比北管来的更加紧凑，而且我们知道布袋戏的体积其实很小，所以他动作很快哦，那可能他那个动作的节奏刚好符合比较符合京剧的那个音乐的那锣鼓点的节奏哦，所以他就运用了大量的京剧的元素放到他的布袋戏里面。那当然不只是音乐啦，那甚至在戏有的身段上，比如说他出场啊，一些亮相等等，他很多都是模仿的京剧的动作在里面。那这个动作比较细，待会大家看的时候可以稍微就是仔细看一点哦，这就是也变成我们易婉兰的一个特色。我们在一些细腻的地方，就会比较去模仿真人的样子。所以就是讲，其实这音乐的部分啊，其实如果恁之前有来看阮前几礼拜的演出吼，就是讲台湾传统的部分啊，特别是咱们台湾的剧种、乐种，真侪音乐拢扣入来内面所使用吼，包含就是讲，亲像因所强调的外江派，也是吸收到别人的音乐扣入来，正做自己的音乐使用。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今仔日的表演会当愈来愈精彩嘛，就是站头愈来愈暗吼，迄个节奏愈来愈紧安尼吼。也说到来呢，要来请问老师就是讲，其实咱们咧台湾真济剧团，伊拢叫做什么什么婉人对不？其实迄就是由咱就是这边就是由咱的易婉兰所传出去的嘛，对不？也从英国就是传出去这过程，为啥讲老师你会想要行入到教学的这个部分？其实这得问阿公，伊大概他易婉兰刚创很早期的时候，他就一直有在陆续培养一些前后场的人才的啦。哦，像那个邱火龙老师，哦，他也是蛮早期年轻的时候，就是爷爷他培养北管的一批学生，这样慢慢带上来的。那一直到后来民国大概68年、69年，因为那时候布袋戏的职业演出越来越少了。因为受到一些电视啦，或是一些金光戏的一些冲击，传统的戏演出变越来越少。哦，那他就那时候就是算封箱了，他就暂停一些职业性的演出。哦，那到后来一直就是有外国人来跟他学。哦，那又进到学校去做教学，他就慢慢觉得布袋戏的新传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他就是蛮无私的，就带着易婉兰的前后场师傅，就一起投入了一些新传的工作。然后从外国人啊，然后一些国中小甚至大学就慢慢的带出来，然后这些就是他出去学成之后，然后他成立的团，然后后面就挂上那个婉兰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到哇靠一个团啊，表然后现在婉莲哦，那都是从易婉兰这边出来的。那既然安尼吼，咱咱们台上坐这四位的是由咱的素贞老师，你是第二代，那咱的俊宽执行长是第三代，所以咧这两位新秀是第四代。也想讲，
素贞团长，你看咱遮个后辈新秀吼，遮尔爱拍拼，你对这个布袋戏啊，还是讲对家己本身的剧团，你有啥物款的期待无？说真的，我开始，因为我看遮孙吼，安尼一直大汉，啊会当来接这亿万男来演。说真的，我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小时候是没有，那阿公阿祖没有逼他说你一定要学这个布袋戏，那很自然的他就不知道怎样说玩起布袋戏来。啊，我很高兴他们可以把那个一碗蓝继续再团下去，也希望大家哈来鼓励这个年轻人哈，把这个传统的哈一直团下去，不要说到这里就断了。我是希望这样。就是希望讲，那这个剧团爱保留掉的，咱的台湾传统文化爱继续生传落去，对吧？对对。也安尼，咱少年辈，恁有啥款想法不？好，那我们是在从小国小开始进入布袋戏社团。那我从小跟哥哥一起，还有弟弟，我们是在家里的渊源下，耳濡目染之下，然后喜欢上这个布袋戏。那说真的，一路走来，从国小演到现在大学毕业，那因为阿公的过世，然后让我们小朋友自己成长茁壮。那我们也是看了阿公阿祖以前的录影带。然后我们也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技术跟技艺，还有口白的部分。那我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在夜晚蓝这个剧团，可以在延续着阿公阿祖以前的传统，然后继续延续下去，就很像延续他们的生命一样。那也感谢观众朋友给我们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对，我这。那我的部分跟弟弟一样，就是希望可以把整个家族的这个布袋戏，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其实你们是希望说把这个责任担起来，那也让这个亿碗人的金字招牌能够继续延伸下去。我相信说，其实，在文化艺术这条路哈，特别是在台湾，很多人觉得说，艺文活动就是不用钱呐、啊，它应该要我们免费去观赏的、啊，应该不用花钱。那但是又开放一个易放券之后，大家又抢不到的时候，又在生气，我就有点觉得搞不懂，说到底你们是想花钱还是不想要花钱哦？那当然啦，文化这种东西是需要来传承的，有这样的人做表演，那相对的就要一群忠实的观众，而且是尊重他们的观众，尊重他们的眼珠，尊重他们智慧财产权的观众，让这个呢世界呢文化圈能够共好。这样的文化能够继续流传下去。那在今天呢，老师也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请问是带来哪一出的戏吗？今天带来的是《白蛇传》，对对对，《白蛇传》。哦，《白蛇传》在热天时啊，吼，就是五月这时阵，白蛇吼为着要报恩下山去找找苦仙，那下山找找苦仙了，有一段男女情爱故事以外呢，又发海出来来受邀。究竟是人类友情，也是妖怪友情？咱来看今仔日精彩演出，对不？咱现出时，咱最后用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仔日演出，也感谢咱四位老师，多谢。其实我们今天演的《白蛇传》是算折子戏哦，那你可以把它当成精华版。好，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那我们在8月16日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哦，也是我们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一个演出哦。那个我们就要售票哦，那欢迎大家上两厅院售票网哦，多多支持我们。我们演的也是《白蛇传》，但那天演的就是会是完整版的，而且在唱曲的部分，除了许仙以外，我们也会有白素贞哦。那我们今天只有许仙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8月16日哦，我们也去给我们支持一下，谢谢，谢谢。那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亿碗人带来精彩的演出。
Thank you.
稻米鱼多年。剪仙修炼让温望新鲜。念路别所见。人阮是比武小千，乡人修现在的峨眉山新风洞，因仙境下山游玩失醉，被那河所牵现丧性命。现起阮国今世投胎可汗门啊，小千，比武在，你话准备下峨眉山走出阮国报恩了，小姐带我来。先大心行爱尊心，但书太花变如情，你爱国家将世恩，今世观仙好顺主，我的观仙，我的你，小人可仙遗憾文，一江临舍，自由家贫，双亲结发是我家的门，不幸双亲早离同国。我和姐姐两人是相依为命，受到高庙不用长大贤人。哦，今日正是清明佳节，上山祭拜双亲亡国之别。好了，太国准备回乡别了。
无堪虚空。原是伫我准备去动物园，披江大舞，照见两条白花的乌米山鸟。这，好呀，在大楚处，一时间呢，乌云掠大雷弹劈裂，敢讲是要披肩大舞啊！太国准备打开孤山，比武练练。这位上江湖牛肝片好啊，只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呢？不知两位小姐方便？让阮甲你介绍，面前这位就是阮小姐，姓白名素贞，人阮吼自己叫做小千。吼吼。原来就是白姑娘邓小青子啊！是啊，人阮吼住伫咧自动江边。哦，因住自动江，哇，还没顺道回归咧啊！不如啊，上另位小姐过江面的意下如何？对，如此就感谢公主的好意。两位姑娘，请坐。
我来红烛车路。来到江边大江啊，我来我来，稍等下哦。老去过干什么这阵？正是，安尼好好好，稍等下，我拍一下跳板的，等下等下哦。是哦，哦，等下哦，稍等一下，这个小脚脚有较重哦，哦，好好。我最好开船咯。呀喂，人呀，人呀，人呀，大生的查某伊着想通包。水波冰冷淋我粉，手提三五担台滚来到海呀落地海，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哎呀伊到海呀落地海。春分，是啊是春分的路，会到台都提多船，船顶吃饭来到船啊在困，水鬼拖起了无成分来到海啊落地海哦，哎呀落地哎，哎呀落地哎呀伊到海啊落地海。好先两人红帽结合，夫妻相见如冰，恩爱如蜜。但是金山寺的主持法海发现着白素贞就是一位千年的白蛇，这次来将柯汉文禁在金山寺中。白素贞为着要来救出伊的夫君柯贤，地数高要八海招起小林台，准备追烟见三世。哎呦，哎，准备谁莫搞追烟见三世。
哦，刚才在招马拉松哎，哎呦师傅啊，哎呦，这边人要吹什么水灵怪来，水阴金山寺，哎呦，大今嘛要安怎啦？哎呀，爱豆，哦，连恁提假水当水便是。哦啊，讲啥？提假水啊！哎呦，我有听唔到。师傅讲提假水来冻水，假水是提来清的呢，哪有可能冻水啊？无法度啦。师尊交代，咱就爱听。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呦，来去提假水，来去提假水。手提假洗皮皮擦，收甲要冻水，心肝黏一半，惊一半。哦，倒转来哦。佛祖，你若无啉啥，黏伊我就死方看，哎呦，死方看哦。哦，惊死人哦！哦，这水遐喘流啦！喘流！哎呀，啊，咱咧跳落，毋是阮四个讲。阮四个。哎呀，要安怎啦？啊，讲要甲要跳落。啊，无错啦。啊，若师傅叫你跳哦，敢若你会当跳啦？我跳啊。哎呀，我很羡慕你咧。哎，羡慕我什么？哎，啊，无拍够会来跳吼，好不好？好不好？哎，无赢啦，无赢啦。哎，拍够啊！哎，没有空。哎，唱歌爱跳，唱歌跳嘞，哦，唱迄口声来跳是不是？对啦，哦，啊无，哪有哪唱啦？啊，无法多讲啦。师尊叫咩跳，我就爱跳。啊，遐煞煞见啊，心肝甲念汤圆。哎，目睭开开，不用着惊。我算甲三甲跳落，跳落，哎，一、两、三。是啊提家姐来退水咧！OK， 哎呦，哇，水一提，安尼鱼安尼噗噗跳，啊无法度，我就食菜的讲。食菜袂当食。哎，袂当食迄沙西米。哎呀，有影真拍算。哎呦，这只好大只哦，不知道是什么，我拿起来看。哎，可惜哦。哎呦，个海面，哦，惊死人！我咧底看，你嘛在遐看，要滚，走！哎呦，师傅啊，假设有好是有好啦。水一个提，哎呦，鱼边鱼将拢来啊啦，要安怎啦？什么？
起兵起将来。是。哎呀，我都贴在后面。啊，是，我知，我知。人打别受惊，也敢带领起兵起将最严谨三事，带边阵准备修挡人虎，调车前边田将千里啊别受惊。阿摩连八里峰铁岭下接，好客气！哎呀，前边先将，哦哦，现在连连前往天涯别墅间，连火阵。
Thank you.
简单听我说啦。先威哄他，苗娃、啊！谢谢，谢谢我们台北的咱的一万人江东剧团带来精彩演出。现出时呢，咱有一个谢谢要求，来邀请着所有咱的咱的台前台后咱所有的演艺团队以及着咱的观众朋友，咱的心魔魔掌吼，咱来外向恁的卡接片，背对戏台，我们必拍一个大合照，好不好？来。来邀请咱所有的演艺人员，咱所有的老师，拢来到咱的台头前，咱做翕一个翕一张相，啊，这张相片呢，放在咱的林本源官邸这个林本源邸的那个脸书专页上面，那请观众朋友们再去上去下载。好，好不、哦、来。来，观众朋友转向就好了哈。好喔、哦、来。好喔、哦、来。我们先看中间。好、哦。好来我们看中间摄影师哦。来一二三。好，再来 B 弟弟的手势 ，B 姐赞好不好？来，一万人上盖赞，赞，来，来，再来个一张哦，咱做伙 B 姐小爱心好不好？大爱心、小爱心拢好哦，来，一二三。蓝摄影师 OK 不？OK 吗 ？OK， 多谢，谢谢。这张相片呢是咱需要咱观众朋友做伙来完成的吼。也在咱拄只咱的执行长讲，咱八月十六啊，有晚会演出，也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来支持咱台北老二号老招牌的一万人剧团。也请大家，我们再给我们今天一碗燃一个精彩的、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谢谢。那除了呢，今天呢，一碗燃带来精彩的演出之外呢，在我们的下个礼拜，
八月七日，八月一号是由我们台湾的念歌国宝由杨秀清说唱艺术团杨秀清老师以及他的医生带来精彩演出，以及北管的子弟戏的非常厉害的剧团，我们林口的鹿林园带来精彩演出。望请各位观众朋友，有缘在后礼拜六的时阵，同款伫咱的林家花园暗时七点，有缘有精彩演出，也请咱的观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捧场，多谢。